家阿伯举办出酒楼，可愁坏了儿女。他那脾气是关在花样雨，和楼下黄梅戏。而一我三句，老板走了后，跟他是没关系。他说他老了，住惯了这里，新房他大概是等不起。下岗的老王是出租司机，爱看而不识理。女儿读专科没考上大学，他说随他去。让他困惑的是网络和手机，生意不如过去，收不过生计，这变化叫他顾不得要上的救济。生活他就这么继续，也许不太尽如人意，也许就这样才显出生趣，不必额外附赠些道理。生活它就这么继续，也许不太尽如人意，也许就这样才显出生趣，才好避免一些些可疑。随垮掉而去，麻烦的哲学和肮脏的主义，他抗争抗自己，为自由工作，为创作自闭，积蓄点心意，艺术在嘴里，出路在哪里？有个小城他回不去。就这么继续，也许不太尽如人意，也许就这样才显出生趣，不必额外附赠些道理。生活它就这么继续，也许不太尽如人意，也许就这样才显出生趣，才好避免一些些可疑。小就生活在这里，二三年的书单不稀奇，长大没想过原来回不去，也曾有梦要往里出去。我大小就生活在这里，二三年的书单不稀奇，长大没想过原来回不去。只能这样。